真是个小馋猫，我逛商场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车里多了几样零食，要拿出去的时候妮妮还拽着不放。没关系，妮妮来放在这里，我们扫码结账。好嘞。虽然辣能刺激一点情绪，但一般我们都不让妮妮吃辣条的。妮妮如果生病受罪，我们也跟着受累。不然就给他吃一点吧。No. 不行，你忘记他上次生病多难受了吗？那给他吃点别的吧。我买了喜之郎年货礼盒，平时我们也可以给妮妮当零食，里面有海苔和果冻，也适合小朋友的口味，有蛋白质，香香脆脆的，小朋友也爱吃，也不用担心妮妮吃了不健康。这么沉啊？是啊，这一个礼盒快3斤重了。你看里面有这么多东西，性价比高，分量还足，而且它的包装呀还这么喜庆。过年的时候，妮妮姑家里小朋友，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去送礼。妮妮，走，出来晒太阳了。嗯，怎么一股辣条味？你是不是给他吃辣条了？我在吃啊，你买了不吃多浪费，是不是妮妮？浪费。哦，我说妮妮怎么会拿零食呢？其实是你偷偷拿辣条放进购物车的吧？你看见我吃了。